兰达，我可以进去和你聊聊吗？他去哪儿了？兰达，你去跑步了呀？一大早的。嗯，你还不去上班吗？要迟到了。啊，去去去，我马上就去了。但是，我想先和你聊聊卡文的事情。我们不是说清楚了吗？兰达，但是我担心你啊。如果你担心我的话，就请你和平常一样。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可以吗？我浑身黏黏的，我先去洗澡了。兰达，喂，你好，我是。可以。几点？好的，好。你好，杜拉先生。你好。不知道您还要继续租原来的房间一个月吗？我先看看情况好了。嗯，好的，那我先失陪了。嗯。
你还挺可爱的。拜拜。你好，副主编。你怎么了？哈喽。哦，安全可以通行，走。抱歉。你怎么了？抱歉，你们先出去吧，这个电梯只在菲尼斯打挺，麻烦各位了。你怎么了？我什么事都没有，卡文先生。怎么可能没事？看你说的话，看你的表情，完全和昨天不一样。我觉得我们这是在公司应该区分公事和私事，还有仔细想过了之后，我们还是回到从前好了。嗯，从前是什么呀？我们昨天才敞开心扉谈过了，不是吗？嗯，昨天的事，我只是想回忆我们两个小时候的事情，其实也没有更多特别的，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朋友关系会比较好，因为这份友谊会很长久，也比所有的感情都有意义。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是的。我还以为我们彼此理解了。不要告诉我你还沉浸在小时候的初恋之中啊，就当做是小时候的事好了，我们现在都长大了，不用过于纠结好吧。你要那么想就随你。大哥，有什么事啊？昨天的事，大哥，我对不起。嗯，帮我。
不要一副苦瓜脸。如果觉得愧疚，改天再请我吃饭好了。今天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不辣，怎么了？不外出。什么？哎，哈洛，早上好。啊，早上好。啊，杜拉着急去哪儿？哦，杜拉哥说他要去办事。办事儿？哦。什么事儿？哎，等一下。我问你啊。哎。你们两个吵架了吗？以前就像连体婴儿一样，现在却生疏得很，都不见一起去哪儿了。敦克哥，你在瞎说什么？胡说。啊。这样，我坦白问你好了，不准骗我啊。嗯。你们两个在交往吗？哎，是的话往右边，不是的话往左边。来吧，敦克哥，什么交往？我和杜拉哥关系好，只是兄妹关系。在想什么？交往啊？哎，帕洛，敦克哥，对吗？工作，你们交往了，对吗？帕拉姐，是。这是我们公司准备的文件，杜拉先生做决定前可以先考虑一下。嗯，好的，我会好好考虑看看。我们公司真的非常希望杜拉先生能加入，总之希望你不要拒绝。诺诺，我们去吃那家吧。哪家呀？是我们之前吃过的那家，要吃特辣的，好吗？啊，诺诺。哦，金妮，这位是金妮，我的大学同学。这位是梅姐，公司前辈。你好，梅姐。梅姐看起来很年轻呢，不说都不知道是前辈呢。因为我保养得好，然后化了点淡妆。看来梅姐花了不少钱买保养品呢，尤其是去美容院的费用，对吗，大神？你有什么资格叫我大神？你看看你自己的样子，脸上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，脸上皱巴巴、暗淡无光，毫无光泽。哼！我们吃饭吧，我们喜欢吃的那家店，要特辣的。走吧。哦，好。梅姐，你不吃吗？不是说饿了吗？再吃，再吃。梅姐，你还好吗？你脸上都是汗。梅姐，你不用这么勉强的，你可以直接告诉我，你吃不了。我都这么勉强了，如果还被人把你抢走，那我该怎么办啊？梅姐这样说，意思是喜欢我吗？如果是呢？事实上，我也喜欢梅姐。你喜欢我吗？是的。科诺，你喜欢我？是的。那为什么不请求和我交往啊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但是要有三个步骤。三个步骤是？牵手、亲吻、亲密接触，才能成为情侣。
诺，你很着急吗？不用这么着急吧。好害羞啊，害羞到全身都出汗了。脏了。最终，科诺还是变成我的了。你在和谁说话啊？大家，是这个时间点，我就先回家啦。一起回家吧，回家小心。谢谢。走吧，春浦。邓克，我走了。科诺，再见。科诺，再见。再见，邓克哥，走吧。再见。今晚不睡了。再见。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回去喽，还差两个步骤。帕洛，还不回去啊？啊，不过我很快就能完成。完成了就赶紧回去休息啊。好的，回家小心。明天见。再见。姐，你还在喝呀？不关你的事。你下班了吗？嗯，正准备回家了。不过，如果你有什么烦心事，你可以告诉我。像你这样的小孩知道什么？我不是小孩子了，姐。哪里不是孩子？你这脸就像高中毕业一样。但至少我知道，喝啤酒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这样好吗？我带你出去走走，也许会好一点。该不是要骗我去做什么吧？姐，你想什么呢？如果我真的要骗你的话，你早就被我骗了。疯了！不要，我要留在这里，我要喝啤酒。我累了。喝啤酒，疲惫也不会消失。你看看有多少酗酒的大婶儿，流的泪水更多，喝酒还会发胖，还长皱纹。你说知道吗？还觉得累吗？还有点。我感觉你真的长皱纹了。哪有，你骗我。不要再喝了。兰达，这位是？你好，我是婉妮。啊，你好，帕洛，我和婉妮出去一下，可能会晚点回去。是吗？要去哪里啊？桌子上的啤酒才刚打开。你为什么要躲着我呀？我哪有躲你啊？你没看到吗？我们要走了。兰达，你今天可不可以不去啊？我买了很多东西呢，你看，都是你爱吃的，我特地买的。还有，
我有话想要和你聊一聊，好吗？你自己吃吧，我要走了。姐，你不要再回避问题了，留下来聊聊吧。等等我，兰达。兰达，兰达，等一下，兰达。你还想要怎样？我不是按照你的要求不走了吗？兰达，你能不要假装这件事情没发生过好吗？那你就骂我呀，你狠狠地骂我呀，你骂我呀，兰达，你骂我呀，你快，你狠狠地骂我，我是糟糕的朋友，是恶毒的朋友，你不用假装你没事，对于发生的这些东西，其实并不是没事，你狠狠地骂我，你骂我，我一直等着你骂我呢。是，骂就骂。你还想让我骂你是吗？那我就骂给你听。但是我不是因为卡文的事情骂你，我骂你是因为你总喜欢躲避问题，不管是这件事情还是家里的事，所以你才不愿意打开心房。我就是这个样子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你浑身都是问题。我看着去酒店睡好了，我想一个人清静。等一下，你不用走，这里是你家。应该是我走。右边，是这样吗？就该这样。这样。爸妈晚上好。为什么回来了？怎么回来了？是啊，那吃过饭了吗，孩子？我现在还不太饿，我想搬回家来住一段时间。嗯，好啊。那兰达姐姐她去哪儿了？不一起来吗？哎，是啊，他可能会来吧。嗯，因为平时看到你们都是一起回来的。嗯，对啊。嗯，兰达不来吗？今天我好累，我先上去休息了。这是怎么了？这是、这样子回来，一定是吵架了。哎呀，你是算命师吗？什么事都知道啊！大家看一下新开封面，挺不错的，还挺不错的。出来一下，我是这样，你看看。好，这个还可以这样。这杜拉去哪了？为什么不来上班啊？就是说，哦，提到杜拉哥，我就想到了。听说啊，杜拉哥要跳槽去伦维公司了。伦维公司，现在首屈一指的媒体公司吗？就昨天啊，我在伦维公司上班的朋友，他告诉我说，他们公司很想拉杜拉哥过去的，还派了猎头去和他谈。现在估计墙角都松了吧？那么大一笔钱砸下来。哦，如果有那么好的话，杜拉肯定会去的。他肯定会去的，他那么贪钱。
继续工作吧。工作吧。就是说呀，姐。快工作吧。帕洛，帮忙把这个文件拿给老板好吗？啊，是。帕拉姐让我把文件拿给你。你可以发邮件来的，没必要亲自拿来给我。是，抱歉。帕洛，我无法区分公事和私事，我感觉很糟。说，我拿文件来给副主编签字。那先放在桌上。来，这是爸爸最爱吃的。这段时间自从帕洛回来住之后，妈妈每一餐都准备得很丰富呢。是吗？吃的吧，这也是你爱吃的。最爱你了。最了解我了。这个好吃啊。我回来啦。来吃饭啊。吃饭。什么？哇，都是我爱吃的吗？妈妈最了解孩子的口味啊。这个是我的，帕洛姐，谁手快谁能吃。哇，帕洛姐，你耍诈，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回去住？什么时候才不和兰达姐吵架？吵架能得到什么？是朋友就要好好谈啊。我出去外面走走。等一下。帕洛，帕洛，先吃完饭呀。委屈了，虐心了。怎么样，怎么样？你呀，小孩子家家的话真多。这个点兰达吃饭了没有？他还经常胃疼。唉，兰达还真的是女主角啊。你呀，话真多。没错。来啊，来一块儿啊。手机的声音，谁的？你帕洛姐的。谁打电话来啊？响了好几次了，快去接一下。去看看吧。
妈，你过得怎么样，兰达？挺好的。我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你，最后只能从你爸爸那里要了你的地址，为了来看看你。妈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兰达，妈妈对不起。妈妈知道，妈妈做的一切都是错的。你可以给妈妈一次机会吗？现在妈妈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和妈妈一起回到瑞士吧。我们一起去那边生活好吗？但是我喜欢这里。我喜欢这里的一切，我舍不得这里。我保证，我会把你照顾得很好，你会过得很幸福的。我真的很想你。多吃点啊，孩子。对，多吃点，吃这个啊，来，吃这个才能好运发财。对对对对对，发财。多吃这个还可以发家致富幸运。怎么那么大声啊？哦，帕龙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帕龙，快过来。刚刚姐姐你出去的时候，你把手机丢在这里，卡文哥给你打了好几通电话。我接了电话，他就说想见你，想和你说话，所以我就告诉他我们家地址，然后他就来这里和你谈啦。这样子我哪有错啊？全部都错了。嗯，尽管你不该管的事。好的，帕洛。说起来啊，我们有十多年没见到卡文了呢。哎，是啊是啊，我都认不出来了，和小时候一点都不一样。小时候是胖胖的，戴着双眼镜，和现在完全是两个尺码嘛。啊，小时候卡文哥是那样的吗？嗯。而且我以前长得很漂亮。是啊。小时候啊，帕洛派林和卡文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去哪里都在一起，是吧？是啊，我也记得，我小时候那么胖，也许是经常来这里蹭吃蹭喝。真的好多年没见到了呢。话说啊，长这么帅，有女朋友了吗？爸。啊？你怎么问这么私密的问题啊？有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，不过我可以回答。我不确定算不算是女朋友，但是我正和。和？看吧，看吧，好高兴啊！我们女儿卖出去了。爸妈，卡文，你在说什么呢？疯了吧？我什么都没说呢。哎，我和伯母同意了。同意了。先等一下。啊，来来来，哎，卡文，在这个美好、幸福、高兴的时刻，我们一起喝一杯庆祝一下。妈妈，妈妈，去把酒拿来啊，快点。好，马上来。妈妈，妈，不用了。
哎，彭玲，去拿一下杯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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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边。杯子，杯子，杯子，这样。哎呀妈呀！来喽！哎，这是我亲手泡的呢，有20年喽。来，另外一杯。这样的好日子啊，必须来上一杯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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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当当当当当当！干杯！不要！当当，味道怎么样？很不错。看完，看完。我都说了不要给他喝。啊，凯文，凯文，我很狠。啊，很狠吧？凯文，快去找风扇，风扇在哪儿？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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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，扇！啊，哎呦！你不用干了。什么？哎呀，你不用干了。哎呀，能不能安静睡觉啊？帕洛姐一直翻来覆去的。哦，安静就安静。翻身都不可以，够了，要去哪儿就去吧，烦人啊。哎呀，我不赶你啦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嘛，帕洛姐。帕洛姐。床属于我的了。好可爱啊，爸爸，真是帕洛的幸运啊。是啊是啊，这么好的男生居然和帕洛交往。爸妈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来偷看我大侄子。哎，真的很可爱，你看看啊。真的可爱。够了，什么人啊，那么可爱。够了，待会他就醒了。啊，走了走了。哎，那就麻烦你了啊，你照顾他。麻烦你照顾他了，快走快走啊，走走走了。晚安。哎呦妈呀！妈什么呀？是我。出去聊聊吗？
对不起，刚刚我父母没有打扰到你吧？没有打扰。你父母很可爱。阿罗，我今天来找你，因为我想和你谈清楚。我想知道为什么你突然变了，好像你不一样了，还有对我好冷漠。我做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吗？你可以告诉我。是杜拉的事，对吗？不是，和杜拉哥的事无关。我和杜拉哥只是兄妹关系而已。那你和我呢？你就是我的朋友，我真的不能对你有超越朋友的想法。是吗？ที่มียังชัดเจนอยู่ทุกทีแม้ว่าวันนี้เราจะห่างไกลยังเป็นเธอที่อยู่ในหัวใจฉันไม่เคยมีใครยังคิดถึงเธอนานแล้วที่ไม่ได้เจอแต่ฉันยังมีแต่เธอเสมอไม่เคยคิดจะเปลี่ยนใจจะลืมกันแล้วหรือคิด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บ้างไหมจะเป็นยังไงอยากกลับไปอยู่ข้างเธอและฉันจะไม่ยอมปล่อยเธอให้จากไปไหน